这个控制器放在，我准备给我弄个回炉。这是一次追星人的约会，大连小伙苏俊赫将和他的朋友一起追逐今晚夜空中最亮的星——伦纳德彗星。拍星空其实对于天气条件其实是要求比较苛刻，但是大连这个地方就很好，因为基本每年300多天都是一个好天气，说来了就能拍。作为全国知名的星空摄影地，大连晴朗的夜空里满是跃动的星斗。